怎么回事啊？弟弟找到了是好事儿，怎么这么大反应？我弟弟被确认是精神病，你说我会不会？会什么呀？ 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突然怀疑自己有精神病。你刚刚也听见了，我弟弟非常像我，喜欢一个人静静，喜欢一个人待着，记数字特别敏感。 真的很像我。你这纯属胡思乱想，安迪。你弟弟是小时候精神出了问题，所以才被领养家庭给放弃，而你呢？你在纽约那个花花世界里理智至今，你们俩根本就没有可比性。可万一是时间没到呢？我弟弟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发病，他被领养的时候也没有发病。 安迪，没影的事儿，你不要自己吓自己好吗？我谈宗明，几个亿的并购案交在你手里，你居然在这儿怀疑自己有精神病，你告诉我你是在拿你自己开玩笑，还是拿我开玩笑？啊？对，我不该胡思乱想。我走了，这些资料我拿回去。你这个样子能开车吗？要不然你在我这儿先休息一会儿。没问题，谢谢你。 所以才被领养家庭。你在纽约那个花花世界里一直至今，你们俩根本……他们怀疑他可能是智障。